总长度约 3.5 公里的大佛环山步道，是步道迷一定要来挑战的梦幻步道。顺着步道上到八卦山大佛区的停车场，还可以看到赖和诗墙。赖和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学诗人，也让这山景多了几分文雅。由大佛区环山步道前行，沿途可行经营桥水景公园、营桥飞瀑和太极亭、自然生态园区等景点，十分惬意。步道途中有凉亭可以休憩，离挂山月圆餐厅也不远，是可以远眺彰化市景的美好景观餐厅。